拍照，快快来！好的，现场的所有的球迷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欢迎大家一样今天呢来到现场持续为我们加油打气。今天现场呢，除了小白之外呢，一样要陪列车友们的阿平队长掌声一下鼓励。而选手背后六号黄威成，有请选手背后一号郑宗哲，有外野手背后九号王国伦，有外野手背后二十四号陈国贤。另外一手背号十三号陈超林，以及今日的先发投手背号六十九号。再见，超快。换一下那个包包。过来打赏，不要正面。等他停下来，先照一下。为中华队加油！想要礼物，请高举你的双手。好嘞，也请各位帮忙一下，看到我们团长手上的这个呢，既然有可以选到你各式各样喜欢的选手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大家来一起来参与，谢谢。紧接着站上打击区的是中外野手七十七号周家乐。看谁？看谁？没了，我只有两个秀秀子而已。比赛来到三局上半，中华队的进攻，首先要上场打击的是第一棒游击手，背号一号郑宗哲。好，对。啊，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，赶快举出来！三二一，没有机会了，谢谢。Come on.
中华队更换投手，换上背号59号陈。小白好帅哦！小白，再一道阿口阿口，赛后演唱会啊！赛后演唱会了。用你的歌声把台湾送到东京。中国有的话，用你的歌声把台湾送到东京。我们要前进美国。前进美国要唱吗？前进美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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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拿、啊、快了，真的，不小心，慢慢跟上哦。有望，有望，有望。拜拜，拜拜。这是快慢。